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刚才一顿狂玩这个 GTA 5，这《侠盗飞车》多少年不玩了？我以前《侠盗飞车》刚出来的时候玩过一阵子，后来就不玩了。那阵电脑配置也不行，所以就下载完就扔在那儿了。今天又把这游戏买下来了，玩一会儿。刚才啊，警察追着我满哪跑，三星通缉，狂跑，就是掉到山沟里去了，在山沟里好这么开，然后打了几个作弊码之后，把落叶 up 落叶 up 落叶 up，把那三星给整掉了。哎，正好看这块有一个，哎，把这枪收起来吧，现在得做一个，我还拿着手榴弹。哎，徒手就行了。上这小屋里看看，挺搞笑的。漆黑漆黑的夜晚，大家是经常玩那个 online game 吗？我不敢玩 online game，怕上瘾，所以就是用这个单机游戏玩一玩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是自己干嘛，自己说了算，要不然就如果玩 online 游戏就麻烦了，整天在家玩游戏了。哇，他这台车不错，我那台车在山沟里面都已经撞得不行了。突然有一种偷窥的感觉。这种小房子能进去吗？好像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可以进去吧？多少年不玩这个 GTA 都不知道咋回事儿。哎呀，警察通缉！我以前玩这 GTA 的时候，那是 GTA 几？我都有点忘了，GTA 4吧，就是。警察刚给我放出来，或者在医院里出来，就是咣咣扔手雷。我靠！我就奇怪了，这种游戏为什么在世界各国好像大部分都允许玩这个游戏？我觉得这个游戏本身吧，哈，也对这个玩游戏的人是一种教育。你再怎么作，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惩罚，要么被击毙，要么就是被抓起来了。哎，我刚才调整一下这个麦克风。这小屋吧，在远处看着挺漂亮的，所以想过来看一看。哎，这是台厢式悍马，行，归我了，不好意思喽。我靠，瞬移，不回那山沟了。欣赏一下这台车。嘟嘟，黑不隆咚。以前在那个苏格兰开车的时候，就是我订了个旅馆，那个旅馆的那老先生人挺不错的，告诉我走哪一条路。当时吧急，也没怎么太听清，然后我就开上一条非常非常小的路。半夜的时候黑咕隆咚，连续开了一个半小时啊，才找到。后来在地图上看了一下，才知道他让我走那条路非常好走。哇，这条路真过瘾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注意啊。这车性能不错，就开着它开始那什么。哎，这商店干嘛了？
You can defecate in a jar, ferment it for 2 weeks in the sun, and then get high. 27，我看新闻，因为我是在英国嘛。啊，这27，我记得是前一段时间看了个新闻，有两个小子被那个被判刑了，他们就是抢这个27。那小伙在法庭上还哭了。啊，年轻人真的容易走上邪路。尤其有朋友一拐的。天亮，忽然有一股恶念，想跟人来个猛撞，太邪恶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让人意识到自己有非常邪恶的一面。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哎，这个车好像开不动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啊，是这个路面不好，我到这边来看看。哇，放一个。哇哇，这个树真漂亮。我这不知道是开到哪儿来了，开到山区来了。已经有点咳嗽，这车不知道怎么开不动了。哇，好美的景色。我下了就行，这怎么了？巨像爱国者，哦，这个是巨像爱国者。不行，这车开着吧，我这个手柄吧，这手柄是我是在那个电脑上玩，但我是插了一个那个就是 Xbox 的手柄。这手柄就是震动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给打个作弊码吧，打个作弊码，来一个。哎，再来个。太黑了。哎，哎呀，哎，这把好多了，好像这个 turtle 可以满血，恢复血的这个对车也有用。请原谅我对 GTA 的无知啊，但是我开车还算可以吧。往前冲啊！哇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，今天不可以玩得太晚，再玩个十分钟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开到马路边上，手柄直震动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真的，哎，这没撞着。无敌，现在属于无敌状态，随便撞。未来发明 ，OK？ 哎，这小赛车挺不错，撞一个试试吧。这小碰碰车呢？我太欣赏这小碰碰车了。是牛，老有点转向，我往后倒的时候往那边倒。哎，哦，对，杀人犯，我靠！那游戏里面是有显得多没有人性，在这么美好的景色下杀人放火。So you have to talk real nice to it, rub its chin, and then grab its member and crank the life out of it. 自责一分钟。其实我觉得这种游戏吧，释放一下，就是人的这种比较淘气的这种东西，可能让人心里更平衡嘛。哇，帮我平衡一下，哎。哇，这块景色不错，那农田。织牛，哇哇！
开个碰碰车，追尾，这样反正也不用付保险费，随便开。平时开车很小心的，在这里面好好过过瘾，过过瘾。织牛，哒哒滴滴滴哒，啊，又开始震动了。它那个中间有那个震动带。隔离了，震动，哇！散包，哎，这倒是散包。哎，哇，真过瘾！哎，你也来，来，来，来！哇，这块好美，在这留个影。哇，很漂亮，下来看看吧。哎，我操，头都穿个大包，在这跳海吧。做了那么多不应该做的事，难道不应该跳海吗？啊，来下去游个泳吧。走，这怎么下去啊？往那边走，很，就从这跳下去看能不能行。哇，还在无敌状态下，还好还好，所以没事，来浪漫一下吧，在这儿就不打架了。在城市里的时候经常是上去给人一老拳，多么的暴力呀，就变成叫什么来着，夺命书生。看这美景，来下来看看美景。啦啦啦啦啦啦！现在是几月份？在现实世界当中，现在是三月中旬，去海边很凉的，在这儿呢很爽的。哎，那边好像有风帆啊，过来看看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家就在海边。记得高中的时候还去，有一阵子心情不好，去划船。那天刮大风啊，差点没把我刮到深海里去。我是拼了小命才划回来的。上这帆船这儿看看，哒哒哒，滴哒哒，滴滴滴，哒哒哒。帆船要怎么上啊？哇，这个帆船真不错，也该开开帆船了。哇，上面居然有个美女。Sorry 美女，我要在这上开开船潇洒一下了。尖叫，他们太搞笑了，我又不会伤害你们。哇，我来看看怎么开这个家伙。哇哇哇！我手里刚才拿了个手榴弹，哈哈！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大帆船，太悲了。那今天晚上就玩到这儿吧，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，带来点消遣啊！我是 Alex， 咱们下次见 ，Bye for now。
这个太搞笑了，这个。